是强势的拆娃娃，然后这边回硕，没错，这边娃娃，但是他及时是把这个传火放到了娃娃身上。对，但是他怎么说？哎，这个是被卡住了。他利用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操作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娃娃踩板，我自己直接本体过。哎，对，没错。 闪现距离可能会用这个闪现去延长这个距离，但是他没有交，毕竟时间还是差那么一点啊。那么直接放倒这个模式跑不掉，对，非常的细节。这个分身没有卡住，并且被打了一个恐惧的射，其实这个毕竟他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但其实这个恐惧的射有点运气在里面，有一点点吧，毕竟那个闪现闪到前面，而且他不知道你要进行掉分身来卡。是啊，没错。 把杰斯挂死，然后再举步做判断。看这一波，不弹，他这边不弹，非常的稳。看这一波，在看电机，这边但三个人在这里摩拳究竟能不能飞得非常精准？哇，飞到了，但是他哎没飞到呀，差一点，这个很远的。对，刚刚一个视野一个，对，给我们一个视野的一个情况，看到视野的问题是这一波的话有个洞，哇，是一个洞，哇，这个洞放的非常的秀啊。对，这边三个人直接从洞里边鱼贯，是没错，钻出来，速度很直接。直接钻过去了。 三个人直接钻过去，哇，这个祭祀这一波是有点秀啊。对，还是很稳，双方都非常的细节。闪现在手里面，这一刀看一下怎么说。究竟能不能放？这个位置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对，没错，这边会不会预判一个闪现的对方？哇，对方，哇，好秀啊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约瑟夫的一个走位，假装是贴着这个板子，我要闪现。 这波很关键，看他去做怎样的一个细节。这边的话能不能扛住？哎，直接一刀出了，三次，三次直接打到先知，扛到了这一刀，心脏扛到这一刀，心脏起来，这个时候医生拉开了距离，这个时候非常的难。